眼睛好使，这个飘花我真的一眼就看中了，飘到我心里了。多料子真像18岁的你，看中了我才给你开1200这个价的，我平时都给你200-200的开了，真的诚心想要这块料子，是总水是有的，加到1500了。还有距离的，这张眼睛很过硬的。我跨过这条界限，能不能距离近一点啊？这个是硬后来的。好啦，再给我放个漏吧，最低什么价？2800了。你这也没便宜多少啊，这像你的性格吗？平时不是很豪爽的吗？2500了。300你就瞧不起谁了？给我降个200。这个质量很好的。再给你加点了，1600。给你1900了，好不好？我也不想跟你搞半天了。哎，你这个花确实是飘的，像一幅山水画一样哦，对吧？很有意境。灵动的。对呀，就是好看。我才给我大哥要找牌子，找这种飘花料。再看高一点，再看高一点。1700了。1800了。就最近天天来你这买料子的，你还不给我薅点吗？再少50块钱，1750。行，放给你一个，放给你。放了。放了放了。你越来越爽快了，行，就喜欢你这样，来。料子已经拿回来啦，我们在评论区选一个合适的大哥。这个大哥说，妹儿，我女儿最近出生了，所以想要2500以内给她求一块牌子来保平安。那现在就去给大哥设计一下吧。和大哥沟通后是做了一块平安扣，平安扣也有罗汉眼、怀古的别称，即有着扣住平安、保持淡然本心的含义。料子已经请好货啦，1750拿回来料子，我们今天2150都给这位大哥，现在就去近距离欣赏一下吧。喜欢的大哥记得给妹儿点个关注，点个赞吧。